手里拿着各式乐器降临缤纷的外星世界。十二号刚上映的哆啦 A 梦电影版不仅邀请粉丝与大雄一同展开刺激冒险，现在就连现实生活中民众也能够亲睹哆啦 A 梦现身。为纪念作者藤子 F 不二雄诞生九十周年，哆啦 A 梦巡回展十三号首站选在香港尖沙咀星光大道开幕。现场不仅有化身冷酷侦探、帅气骑士，以及身穿铜锣烧装和悟空装的哆啦 A 梦，甚至还有十二公尺高的超巨大型版本，多达135组不重复的雕刻作品，让粉丝合影体会当大雄的感觉。室内也有精彩特展与道具，100%呈现哆啦 A 梦经典场面。佢叻咯，我心目中觉得佢好叻咯，乜嘢都做到咯。虽然有知道有啲系假嘅，但系真系开心。记者会上，卡通主角群与民众相见欢，收费区不仅一票难求，就连免费区也因为预期人潮众多，首轮参观预约名额也立刻被抢光。其实我哋今次咧都知道反应好热烈啦，所以我哋都将好多嘅有差唔多成20多只嘅雕塑啦，佢哋喺地铁啦同埋喺朗屏嗰度展出嘅。除了主要展区外，主办方还特别在地铁与其他观光区设立20多个打卡位置，让抢不到票的粉丝仍有机会争睹哆啦 A 梦风采。哆啦 A 梦都系陪住我哋同你哋咧，即系大家一齐嘅成长啦。巡回展将持续到8月11号，暑期赴港旅游的民众不妨抓紧机会走进哆啦 A 梦的奇幻世界。三立新闻现场报道。